撑一下哈，救护车已经快到了。撑一下，撑一下，救护车快到了啊。叫救护车啊。好。你是要救护车？那个龙卫，先把他被车压住。同安街550号前面。应该是因为是一个，我们是派出所，然后巡逻的时候看到一个阿伯倒在路边。他是车、机车跟人都倒在路边。他现在，我看他好像没办法正常讲话，但是意思是清楚的。对对对，有话都恭维吗？你有办法讲话吗？你不要起来，你不要起来，你先躺着，你不要起来。太冷了，今天失温。撑一下哈，救护车已经快到了。撑一下，撑一下，救护车快到了啊！温达达，好，我到了。摩托车，那个帮我，那个坐中间的，来，自己立，好，他没有立。